出差回来以后，就突然联系不上他。亲爱的，你是也出差了吗？是在飞机上吗？如果落地的话，给我回个信息报个平安好吗？你找谁？你是谁？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可以跳天鹅湖的主角。为什么是天鹅湖？因为一个人可以跳两个角色呢，尤其是黑天鹅的部分难度更大，不管是从动作表情还是心理活动都更能体现我的水平。虽然我现在才大一，但希望以后毕业演出的时候我可以跳上主角。金总，这位是金总，承办这次演出票就是他送的。谢辉谢辉，从今天起你就是黑天鹅 A 角了。